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艾文。现在时间是早上快7点。今天我想要拍一个特别的影片。什么特别影片呢？就是我讲台语的一天。为什么会拍这个影片呢？我觉得就是突然想到了，然后想说拍一下，记录一下这样子。那因为我的台语真的算非常的烂，虽然我在家都跟我阿嬷用台语在沟通啊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阿嬷是怎么跟我这样相处下来的，因为我台语真的很烂。其实我也蛮羡慕那些会讲台语的人，因为我觉得用台语沟通还蛮帅的，就是非常的台湾味，非常的道地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一天的台语之日 ，Go。首先，我要去洗面，还佫露嘴齿，后来就是吃早顿。行，阮阿母伫客厅睏，有房唔睏，睏客厅安尼。洗好啊，美了啊。好啊，水淋完就来保养我的面。我的阿姊客啊，我的头发很重要，我的头很重要。你爱陪我讲台语一句。你暂停啦，我出外耶。无人陪我讲台语，过来我就是要食炸蛋。来，我来介绍我的炸蛋。第一个就是这个，蛋饼妈妈连两饼。鸡蛋啊饼，就是饼，蛋饼哦，就是安尼。第二个是这捏饼，抓就是捏，啊饼就是饼，捏饼。过来就是咖啡，吃完啦，爽快啦。吃完早顿，过来我要来洗我的机车，我的机车太久无洗啊。讲到机车，我都想到一个想法，就是讲恁的鸡排。鸡排、鸡排是安怎讲？阮根本是讲鸡排，台湾是讲鸡排吧？啊，机车就是机车，对，无变。为什么鸡排连鸡排，啊，机车袂使连鸡车？好，安尼咱就来洗机车。我知影洗机车足麻烦的，所以我教恁安怎三秒钟洗好一台机车，就是一、二、三，是不是足紧的？太紧嘞！有足清气的无？有无？有哦！洗完车，后来我要来化妆，不是化妆，换装，换衫啦，就是换衫。所以咱等下见。好啦，好啊，今日的穿衫就是安尼，穿衫，穿搭要安怎讲？穿搭。臭搭啦，穿搭哦！我感觉这真正一日讲台语太困难的啦，我根本放弃啊！即摆才几点啊？尔9:30，我就根本放弃啊！啊，不过袂要紧，爱坚持到底，这是一个挑战。哎呀，算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真正无你假讲，我袂晓讲台语，我真正台语就差就差就差的。不要紧，继续吧。今日的穿衫都是这个深蓝色的迄个衬衫，下底真正都是迄个绿色哦，绿色吧？哪讲啦？绿色哦，迄个宽吉裤是吗？太难的啊！反正恁知就好啦。这双就是迄个贝卡兰的坦克。手搁挂一个一个 Cody Sanderson 的球技，足侪星星的球技吼。OK， 这就是今日的穿衫。刷来都无啥物代志，我可能会先加片啊，加的加了，中道看要甲阮厝内人出去食，还是我要家己食？等下再搁讲哦。啊，我先加片。好，今麦是透中道的时阵啊，今麦是11:30啊，我甲阮厝内人。阮小姊、阮阿爸，佮有一个阮小姊的朋友要去食。最近拄啊开的迄个啥物？63门哦，63门，哎，这样子哦，64门，63门，64门。今麦有一个问题，就是64门，六四门，六
阿四门无位，所以阮即摆要去别位食。啊，要去，敢那是吃锅、炸锅，要换炸锅去食，所以咱去炸锅看卖。全联福利中心。吃可乐，可乐一定买。可乐，卡吧，卡。加吧。可，卡，可，可，快快吧，快吧。嗯，直直行，直直弄，顶级评价。小河哥，哦，真侪人哦。虽然金门小小，啊，不过食中昼、食暗顿拢会挤挤挤挤满，因为拉庆门甲食果拢无开，所以阮要去食另外一个选择，就是小笋汤。小笋汤，淡淡的多，小笋汤见。到小笋汤啊，希望是有开啦，有迄位置。来食饭嘛是爱最好放一个座位。哦，总是哎，总是总哎总是总是找到位啊！咱来看一下菜单：北海道、武林河锅、关西锁、西小锅。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念的，是真的。我脑海中印象的那个台语就是这样念的。最后我决定吃这干蒜松干松板凳，听有我伫讲啥无？咱来学一挂台语好啊，用米南瓜。什么东西啊？当归、番薯、地瓜、小八棒、蟹肉棒、红萝卜、红菜头，你什么题啊啦？北菜头，北菜头，当归、金龟、金龟。高丽菜我就爱食太嫩的迄种，嫩嫩的高丽菜就好食的。笑笑什么咧？好，阿多来当菜棍，都会使食。吃火锅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先添一碗汤起来，因为你等下煮麻的时阵会有迄个油脂好像是那个气管话题，就是有迄个油，所以迄汤会变得无好啉。所以我吃火锅一定会先添一碗汤起来，豆豆啉，安尼才会啉到伊的迄个原味。筷子，台湾人念滴，但是我们念滴。那是后摆有人骂你讲你滴哦，你滴哦。其实伊在讲你是筷子哦，还是哦哦哦。金门的芋头两哦，我呢一二三四五诶，五两五五五五五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两五两哦，跟我一起念一遍，我两五两哦。对，吃饱小笋汤，会使过来，好食。吃完饭，我们去环岛。首先，我们去买饮料，我们去买，会使红茶。啊，甲恁讲者歹势啊，因为中昼食完饭就足忝的，啊，足爱困的，所以就无加落去啊。啊，阮中昼下晡的行程就是买会使袂使的红茶加白玉就是珍珠，然后就去环岛啊安尼，所以嘛无啥物真特别的。那安尼，我即摆想要做一项代志，就是，我想要把这个鞋带哦，鞋带怎么讲啦？哦，恁听有就好啊啦。我做正经伊户外这条这个圆圆的迄个鞋带，因为我是感觉讲吼，这个鞋带啊，这个粉粉的这个鞋带，看久敢那无啥物耐看。所以我就想要把这鞋带换掉，啊，换做进前户外这条安尼，所以咱就换起来。还是恁感觉安尼较好看，就是无迄个圆圆个粉粉的迄个鞋带。两脚拢绑好啊，安尼有无？安尼敢那较好看，对不对？双双对对，安尼干净较袂散中，两只脚拢好啊，穿啊足好看。好啦，那安尼我要继续加皮啊，因为无代志做，啊无代志做就是爱加皮，这就是做创作者
嘿，创作者上无聊的所在，所以我去咖啡啊。等你开过机。哎，好，我倒来啊。啊，即卖是下昏8:20，安尼吼。啊，我头阵去买我的暗顿，我即卖较食暗顿，因为头阵咖啡加到头阵来分享我的暗顿好啊。我今日暗顿食阿川卤味，应该是安尼念吧，我嘛唔知道。啊，我今日下昏食素，因为中昼食伤侪肉，所以我下昏无想要食伤侪肉，所以我今日。卤味全部拢是硬菜，有空心菜，有大绿梅啊，搁有花叶菜，搁有木耳、哦，太难的啊，伤歹讲啊吧。好啦，花弟下昏较无代志啊，都、就是食完暗顿啊，洗完身躯，搁继续加片，应该是安尼啦。好啊，咧今日影片差不多就到这，若是大家感觉我翕这个影片恁喜欢。话会使伫影片下底甲我讲，互我知影。啊，若是我有闲，我有闲，甲翕这影片互恁看。虽然讲我的台语真正是烂甲靠背，啊，不过我感觉翕这个客话足好耍的。安尼就差不多到这，啊，咱先讲个国语，安尼讲国语我较好交代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再次跟各位强调，今天影片是比较放松的心情去拍，就是有点娱乐的影片，并不是要教大家怎么讲台语，所以也不要太认真的看待这部影片。我希望你们就以放松的心情来看这部影片就好，算是看我的笑话也行。因为用屁股听也知道我的台语是真的完全的不标准，就当做娱乐影片吧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也记得跟我讲一下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咱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